各位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21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三阶段的比赛。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邀请到了著名棋手，也是老朋友曹大元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到演播室来关注今天应该说是本届比赛的第一个赛点。是，昨天是日韩主将的对战，对，昨天应该说对日韩来说都比较，应该是一个面子之战啊，关乎这个荣誉。当然这你说面子之战，基本上是这样，对，因为对于就是昨天获胜的，不管是朴廷桓也好，景山也好，他们后边假如说真的是为了胜利，最后的胜利而战的话，这个目标太艰难了，有点远大了对，啊。那因么，为这次我们就是中国棋手现在还有4位，对，表现得太好了。是，那么今天是迎来了第一个赛点，是由中国棋手芈玉婷呢，率先攻擂。那么我们先到今天比赛的开场之前去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好的。我们看到现在是今天应该是北京时间1点钟开始比赛，对，那么这一届比赛也是，通过这个网络啊，互联网进行对局。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国家队领队华学明老师，来宣布比赛开始。对，刚才的是在中国棋院的对局室，对。这个是在韩国棋院，这位就是朴廷桓。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布置的也非常的这个对，都是农心的这个标志啊。是，农心杯也是举办了有21届之久了，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中国围棋界用围棋世界围棋界的一个传统的对对比对赛，对对，大家非常关注。不过这个比赛的画面，我觉得还是蛮有特点的，因为是网络比赛的缘故吧。是。你看，在中国的赛场布置的后边是中文，写的汉字"辛拉面杯"。是，那个在韩国的赛场呢是韩韩文，文，昨天我看见了在日本东京棋院的赛场，这个是日文，对。是的，本来的话，假如在线下的比赛的话，不可能同时出现3种文字。这样的一个跨国的网络比赛，哎，我印象中，这个疫情以来啊，应该我们现在虽然举办了很多次这个世界比赛的网络赛，但是这样的现场实时画面的传输，我们可以再通过电视机来收看，好像是第一次哎，就农心杯这个是是，第农一心个，杯对，是的。对，现在年轻高手来说，网络对局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是这个驾轻就熟了，是对吧？对对对。啊，芈玉婷九段，芈玉婷九段呢，作为中国第二位登场的棋手，是吧？很有可能在今天呢就终结比赛，因为现在日本队已经出局了。对，随着昨天这个景山裕泰，出局之后，日本队本届是赢了一盘出局，那么韩国队现在就只剩下朴廷桓九段了。日本队已经连续多少届，就是在这个农心杯的比赛中是第三名了。应该也因为这好像我很印多象中届了，好像很多届了，一直对，是率先出局是因为日本队是我印象中是第7届吧，拿过一次农心杯的冠军，这么长时间就拿过一对次，对对，其他可能是第三名居多。是伊藤骥骥最后是获胜，是的，好的，那曹老，因为比赛1点钟开始啊，我们先赶上这个比赛的进程。这经盘过拆棋先，是拆先，拆先完了之后，拆先也是网络拆先的是对，吧？哎，我们请导播也帮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我们这个棋谱的传输信号好像断了，没关系，我们先请导播先调试一下啊，这个棋谱现在是传输的画面，现在是没有的，好。曹老，这个比赛今年第21届了，很有意思啊！就我看到很多这个媒体也好啊，这个很多这个数据达人也好，他们做了一些统计，说这一届和第18届和第20届特别像。
进程特别像啊啊，因为这个18和20啊，也是有一位棋手是7连胜，七连胜，当时是范廷钰，范廷钰，两届都是范廷钰。那么本届呢，也是有一位7连胜，是这个我们中国队的先锋杨鼎新。杨鼎新，对，他在取得7连胜之后，那么输给了景山。输给了景山，对，然后呢，在第十局，也就是上一局，又是日韩两位主将进行了这个对决，然后他们的胜者呢，将和中国的二将，就我们第二位棋手来，对，这个进行这个收官战，嗯，那么到这个第21届了，现在是芈昱婷二将对阵朴廷桓，嗯，那芈昱婷之后，我们现在还有柯洁，柯洁，谢尔豪，范廷钰，对。全都是这个最顶尖的棋手啊，对，所以说我觉得对朴廷桓来说这个任务也非常艰巨啊，连过4关。对，肯定是目前就是朴廷桓这个状态，好的，现在棋谱 和他最好的时候相比还是有所下降。对，其实朴廷桓最近在国内好像被申真谞这个打压啊，是吧？成绩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翻棋的比赛都是0-3输。对，有一点这个被后浪追赶的，有点头疼。好，我们现在进入棋局。棋局，这盘棋也是重新经过拆先，朴廷桓是黑棋。星位，点角。然后直接点角，第三手。这个非常积极啊。这个直接点脚的下法不算太多见。第三手就点三三。对，一般还是先占了这个空脚之后。是的，是的。可以。然后现在再占空脚。像这两个空脚的话。怎么选择？对，我想。就是这两位棋手应该是通过 AI 学习过的。因为这个开局，前几手我觉得这个棋手们应该用 AI 拆解了很多次了。对对对，是，可能会觉得这个方向好，更好一点，可能这个差别很微妙，很微妙。对人类棋手的话，特别的没关系。对，我的话很有可能就下到这儿了。这样是一个对角。对，我觉得哎，这个地方。二线飞出去，这个头在这里，这条边价值是不是稍微变小，会小一点？但是这个应该是 AI 所推荐的下法。就 AI 的它的一些的推荐，就往往和我们传统的理念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啊。是。究竟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我们完全能够去理解。对，不过现在我们。就是不只是我们中国的，就世界上的一些顶尖的职业棋手，就算不理解，从心态上来说，觉得这样的下法 AI 推荐说胜率高，他也会下的这个。对，至少对这个对局当中这种信心有所帮助。是，好，黑棋是小目。黑棋小目。白棋挂角。黑棋接。现在的棋谱的话，就是这个接和这个飞，两者是都有的。都有，好像这尖顶的下法在左下角是对方子的情况下，这个尖顶比较少。是，如果是这个变成黑棋哈，对，是尖顶比较多，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好，他这盘棋上下的这小尖。又点角，又点三三。这两挡看他怎么选，他选择是他选的挡在这，挡在这边。嗯，其实两边挡好了。如果其实蛮这么挡，我觉得也挺符合这个棋理的，是吧？是是是，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可以说是学习不足的，对 AI 来说的话，对相比来说，对 AI 研究没那么深。这样的场面的话，完全犯晕，就是应该往哪边挡。当然，其实假如我现在在棋盘上真的在下棋的话，我想，
我当哪个应该都可以，胜负肯定不在这个地方。是是是，看当时的心情吧。对，这个、对一线的现在的棋手来说，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哪怕差零点几个胜率的话，他都会觉得在心理上是一个负担。是。好，他现在爬出来，这个是必然的。哎，现在，现在飞这个，飞这个，它这一飞，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挺有意因为思，我们是。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飞完一拖啊，这个定式大家知道非常复杂，而且呢，因为芈月婷最先下出来，下出来这个其中一个很复杂的变化，所以大家都叫它芈式飞刀。是。那么现在看来，朴廷桓并不惧怕芈式飞刀啊，主动来对，不辞一战。主动是挑战，对，尤其这个扳，他一扳下去，那对，基本上要形成这这个个芈式飞刀了。就没有回头路了。黑的对，往这一扳的话，以后的就是说，变化就极其复是杂。最复杂的一个现代的 AI 定式，我觉几乎可以这么说，得。是。现在顶。对，为什么说他没有回头路呢？因为现在。黑的是不肯挡住的，挡住这个被吃掉，局部黑的就已经吃亏了。这个方向是不是已经？我这个断一个被吃掉，比较亏，对，主要是在失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他只有退，只有退。然后后续就这么冲转，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对白棋来说，这个局部呢，它有一个就比较简单的。避免复杂变化的下法呢，就在这里顶，丹顶，不要拖，对，拖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就是。是丹顶。这个时候，黑的是不会退的，退的话，因为少掉这两个交换，这两个是显然一目了然的，就是白棋吃亏。没这个错，扳跟挡住交换，少这个交少这换两的交换以话，后怎么个变化？黑棋没有心情再退对，一手的，都是这白棋是挺好的，是。所以黑的应该会挡住，然后白棋再扳，先顶了再扳，这个呢就会避免一个复杂的一个变化。对，但是简呢，化定式。因为这两个呢，这两个有点熟，手法上有点熟，作为白棋来说，可能他不太愿意。另外呢，当然他，尤其对小米来说，对于这个定式他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是，他也毕下了竟这个。是这个以自己的姓氏来命名啊。拖，然后我们看一下本局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是的，爬起来，这个定冲断。式现在还不断的会有新的变化产生。对，我已经看见后面是有新的变化了。冲断，它冲在，对，冲冲断断，在这里，对，依然是很复杂。这个是复杂。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也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定式。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下法。对，压，这个也是定式的想到此，到这个时候，法。然后搬，然后选择粘。接上啊，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见过的，是吧，曹老？虽然很复杂，但是呢，我相信下到这里，大家都会下，见了很多盘。但接下来这一步，白棋呢，以前 以是。前是立的吧，这个。以前对，对吧？这个是立的，但现在它是尖在了这个往里面缩了一路，不，它以前好像是个有扳，是吧？搬他就接了，它虎或者他这个接，不能啊，就虎也行，对，对，这两下，搬他要走的，不能这样，这个子被你这么打麻掉，对。他。就是搬这个呢，之后白的这个接就是成为绝对的先手，这样脚步的对杀黑的位阶呢有利。那么他接在这儿呢，这个时候，假如白棋在这一带行棋的话，黑的搬进去，这个脚步的对杀就黑棋有利了。是，所以以往的这个局部的变化，现它在是是单立下下的去，力比较多，然后它再断，他断，是吧？对，他断。断的话，它是应该是这样，就这样吃掉它，是吧？这个我们在以前的实战中见的还是很多的。对，再走这个，这一例，这样的话就相对简明一些，相对是简吧？明，对。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棋如果在这的话，它是期望着下成什么样结果呢？比如为说什么我也不能断，断呢？我也断，然后断的话，它就不能这样下了。它也许就这么叫吃了，是吧？这样，它这样下不去了。如果弯，它也是不贴。是，这贴你一路立不下去。现在这个棋，白的这个不能立啊，立的话，黑棋是下在这儿，这下在个这儿吧。这个这样子形成一个。白棋被黑棋杀了，所以你这样的话，官子亏了吧？那肯定这样亏一些。所以他是不是就想下在这儿？单打。对。那样的话呢，就是其实呢是这样，这个地方如果立的话，它也有单打的，也可以单打。单打的话呢，无论接着是黑的是长这还是长这，大概长这个可能性多一点，不长这个我加这个是吧？还要补一手，长这个我也可以加，对，我再都要，反正都下要去。补一手。对，就是说，不管补在，就算这样吧。如果你长这，我觉得黑白白的可能会单提，这两个交换不一定便宜。就这个位置啊，作为白棋来说，它显然希望能放在这个位置上，这样子棋肯形定对会这边好的一官点。子会好一点，是吧？好，那么很有好限的，像，对，很微微妙，乎其微的，就对，是它的好处呢是这样，就是本来一般的情况下这么一吃，这地方就是个眼了。但是我们学过死活的棋都知道，要破这个眼的话，它有一个。这局部一个好棋退出来，因为有这个子的关系，这个黑的就是一个假眼了，在这里就不行。这个这么细是一腻种啊！可能性，还有呢，就是它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这两个当然黑对，如果可以白选下的在这里，话，对，还有一个它比如说这样的劫开出来，然后被黑棋打赢的情况下。我这个子的位置就非常好了，比这里要好很多。作为白的来说，大概就是希望，就提掉这两个的情况下，这个点比这个点要好一些。所以，虽然这个区别看起来不是很大，是吧？乍一看不是对，很大。不过就是说，但是它好像是走这个的话，它就是变成命令型的，要往这下了，是这样吧？因为他走这个就没意义了，我下去再下去，你这个我从实战来看，他是没有选择断，而且好像是说 AI 也认为，这个时候最好不断，现在不断不断。好这个，但是这个里面更深层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这棋就是那么差那么那一么一路点啊，点吗？实是际上就吗？差那么一点点。作为白棋来说。一个呢，我，对于这个棋形来说的话，作为白棋来说，它也是追求到极致了，是。就是走在这儿。作为黑棋来说，它从气氛上来说，它也不肯断，它觉得你走这个给了我生出了一个新的变化出来。新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实战后来的下法，黑棋在这里飞点，这个飞点在白棋这个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点是不能成立的，没因为错。白棋一接，黑的就坏了，你不能藏出去。这一跨，这两个子就被对，吃这掉两个了。棋筋但就是你被现吃在在了。这个位置上，实战就形成这个结果，点它这样一藏，那么这两个子它能够救回来。就是作为黑白棋方，米玉婷来说呢，他应该对这个变化是很有心理准备的，我相信是这样。或者说，他的内心是期待着、期望着黑的下成这样。对，他不惧怕下这种复杂的对，变化。不，就是他觉得这变化应该有研究，或者他判断这个变化是白棋好，对。否则的话，他这个是没道理的，是吧？
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变化，绝对是新型，而且呢，我们相信闵玉婷应该是有备而来。对，可能是新的不得了的一个变化。我虽然我之前见过吗？我说实话是第一次见。没有，我就想说，我虽然第一次见，虽然不算很用功，但是也不是很不用功的，有些题目还是会看的。对，这个题型我没有见到过。也是一个最新的变化啊，出现在这个农心杯的赛场上。不过这就因为这个小米的这是小尖下出来的。这是小尖，据说 AI 是推荐。对，而且 AI 好像也不推荐断。就我说他们两位棋手都很用功啊，是吧？虽然是在这个大赛当中第一次出现啊，至少我们第一次见到啊，但是看起来。而且现在是这种农心杯的时效也不是很长啊，它是每方一小时的保留时间，然后之后是十次一分钟读秒，没有十次吧，就是一分钟一次，一分钟一次了哦，那就是还是蛮快的啊。对，准快棋吧，准快棋。所以呢，其实这里呢，大家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考虑特别详细，一定要挑自己熟悉的下法来下。这个黑白棋是下在这儿。好，然后他这个棋扣出来，反败。这个好像黑的处理的还蛮好的。对，这一代的思路就是黑棋，就地做活是吧？对。就地做活之后，脚上白棋是不是还欠一手棋啊？白棋对，这个搬了一下，挺痛心的。如果被人先手打拔，有点痛。对，很有先手意味。黑棋打拔的话，这个一后来实战精神，他是冲，看看他是冲，冲，对，冲，挡住，断，断。这个局部的变化可能是必然的。断的话，这个是必须先冲一下。这个等一下我们就看后续的变化就能够知道黑的为什么要先打是吧？这个现在之后会打不到吗？对，打不到了。这都是白棋的权利。对，实战就是下成这样。现在白棋实战下在这，假如没有这两个的话，白棋应该是会接在这里。这两个子再冲可能就挡住了，对，不粘了。所以这个打是必须的。把白棋两个子打住。先打一下是必须的。这样，这个有个冲出来，这个白棋是吃不消的。这个需要补。被白棋实战接上，这样呢，就是白棋其实这一带还不厚，黑的活得很安心。这两打不厚，这两打这个又打了长出来，对，从官子的角度来说，它还有这个。哦，漏在二。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没法主动。主动我打吃一下，接上。在一般这两子就被吃了。对，所以这个地方黑白棋还是有种种的不舒服的地方。外边这里有两个断点，然后那边还有黑的还有收官的像。总体上这个结果这样子一个接近于两分，但是新型啊，好像黑的还是起码黑的是不会亏的。这个这样一种定型，这样子黑棋是局部应该算是有一个先手，是吧？对，它是小尖这个啊，把这个先起来，很稳健。这个本身当然是有一手棋的价值啊，但我们强调刚才说这边打拔，对，打拔的话要不要是这样？不，主要是不是绝对先手？不是绝对先手，绝对先手的话，那他先黑的就会这么下，一定会先手便宜的。现在就打拔。这个白的是可以不理的，暂时先不理啊。对，就是你现在没什么特别的下法。我你现在不能点，可能很多棋友。可不可以先点？对，这个曹老师给大家出一下死活题是吗？这是一个基本的死活题。如果点的话，白棋怎么应对？对，白先活这么一道题。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哈。白棋不能挡，肯定是。对，不能挡。马上挡就中计了。挡就完了，挡是
挤进去也好，这样也行啊。这个杀法比较多，白的就死了。嗯、这个棋形呢，这个是活棋，打吃一下。打吃之后，立一个单立是吧？做眼的立都可以，立更好一点吧。立，立更好一点。哎，立它有往里爬吗？嗯，爬我接上。啊，爬我挡下来，不是接上，你搬我接上。哦，单搬。双活嗯。那么这个点，这个棋形点是不成立的，它有一个打的力，但是黑的可以下在这里接上。嗯，这是白棋可以做个眼，这样子是一个，这以后这一个铺，铺一个打结。对，嗯、所以说这个打次提调呢，这是一个准先手。嗯，对，黑棋来说，它不是绝对的先手，它是留有一个至少留一个结活吧。啊，所以它现在也没有、嗯、没有打拔掉，而是小接了。对于这手棋呢，我是还想给有些棋友再说明一下，这地方也许会有棋友有疑问的、嗯、这个为什么不快一路飞起来，这个连路看起来也是没问题，出头更快一些 啊为什么呢？连路是没问题，但是呢这个地方啊，给白棋留下了这个借用，对，这样搬下来的棋，这个时候呢下到这个时候、嗯、黑的就有一点左右为难了。补哪边？哎，对，你如果接上，这当然是你看着外边，这个地方就被白棋先手一扳、嗯、这白的官职获利也是非常大的，很舒服啊，先手扳，先手扳。那么你如果下在这儿呢，很显然我再打吃一下，当然打不打吃都可以，我就扳这个就很舒服，对，这个头一下就变软了。对，所以这个飞呢，这个局部来说看着好像快了一路，实际上有可能是欲速不达。对对，欲速不达、嗯、所以我们看这个棋形小尖了一下，基本上高手都是如果要选择一手棋的话都是小尖在这里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围棋中所谓的形，对，就是这样下的本手。 嗯啊，他接上，因为这个打他还确实是有价值，只要黑的有闲的时候他还是会把你打拔掉的。这个打拔一个心情很好、打拔跟着白的芥末黑的外边糊一个。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在这里压靠压、嗯、靠压可能是也间接的这个照顾一下自己的断点，照顾一下这两个接应一下断点。对，不过局部来说不算太好，就是说这个靠忙，对，总是、有些损控是吧，总是走在后边了，人家接你跟着下，黑的总是没有不满的道理。对，黑的在是不是这里下了一个，是吧？但是我看看他是跳在这里，这里跳在这里，对，嗯，这个跳在这儿还是要瞄着这个断打出来。是他这个棋其实这一带作为黑棋来说，他是有很多点可以下的。嗯，比如说过来一路，这个肯定也是一个点，还有一个是下在这，这也是个点。这一带很空旷啊，很虚的地方，是怎么选择？不过这个呢确实有一点点虚，就是这一带有点空虚，但是也不是说是不能下的一个点、嗯、因为这个点啊，就是对于这一带来说它是不会让白棋轻易的进入的、嗯、因为你在这里的话，你看我这一线是能够守住的，除非你跟我战斗，对，那么这个杀起来，我们可以说是谁怕谁还不知道，对吧？就是这样，也是一个战斗，我把你分断，就是我走这个的位置，起码能够确保白棋不能我自己联络的就把你封锁线给冲破了。对，那么这个也是同理了，这个这一代联络是完整的，这个也是很完整的这一代。其实呢，这手棋呢，也体现出黑方这个朴廷桓有一点小小的野心，他就是从这个下在这里啊，他这一带都期待着成空。对，他这手棋其实是在扩张是吧？主要的意思还是扩张自身。可能是一个双方模样的一个交接点吧。对，但是他期待的就这个都能成空，这个的话可能他觉得这空就少了几步，大概也有点这意思。最大限度的来扩张。因为你下这个的话，他可能就是这样，嗯，连着根成空，
好，我们看看这个实战啊。好，他下的更远一路。对，小米是选择的大跳，跳在这里。对，然后黑的又回手到这里搬，这个搬的话，挤胡搬推。这一代黑的，这一代黑的还是很厚实。这样子好像有点像一个互围啊，是吗？对，中间白棋要成控，但是成控的时候，黑棋两边也要得利。这也是需要进行判断。对，这个打路了。因为这个控不是说现在打路边角的那种小控，这个控要一成起来都不小。打入进去。不过我没觉得白的这一阵要成控，这个他会价值大。对，这几招交换看起来像成控是吧？就是实际上是虚晃一枪。成控是一方面，然后他这一带还是有点顾忌，有点薄吧，还是还是有点担心自己的薄位。那他现在白棋打进来，黑棋怎么攻击呢？黑棋现在也需要制定一个战略方针啊。我们看实战，黑棋是朴廷桓是选择的靠，这两手交换，想不到，乍一看有点对，有点俗手啊。非常俗。这一交换之后，我们这个之前担心的断打，白棋好像没有大大的放心了。不，这个下法很像哪个小朋友下出来的。对。这个是典型的里和外的交换，对，这个非常直接啊，但是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对，你看他显然就是把自身走后之后要，可能不仅仅是攻击了，是准备要吃你这个子。因为你假如要单长的话，他是不是就这么来吃你？这个如果非要这儿的话，这颗子看起来很难逃出去。对，因为本来的话这边没有的话，白的是一手就飞出来了。我们看这个假如没有的话，白的就出来了。对，对吧，这样就已经就出头了。出来了。现在有了这几个之后，白的好像这颗子要被包围进去了。现在走这个他还是能够出来。有了这两个，这个就出不来了。这显然是就一手棋就照进去了。就照进去了。所以小米这手棋也没敢再长。不能再长了。虽然是二子头，但是现在。二子头当然黑的能有机会搬过来还是相当舒服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黑的能够采用这个下法。对。否则这个太熟了。现在白棋先自身来这个处理一下啊，这个定型，但是这个靠在小尖的头上，小尖上是，这个第一感很少有棋手可能会有这种靠在这里的感觉。确实，小米还是非常有才能的，有才能。当然，虽然看起来无所顾忌这样，虽然看起来这个就是不容易想到，但下一手他如果能搬过来，也是蛮有力量的，是吧，曹朗？那怎么能可能给他再搬？不能给他搬是吧？就包括这样，也给他再走一个也是很有力量的。所以白棋是必然会下的啊。就黑棋这手棋啊，这手棋走不着，你走这个的话，我就往下立，马上立下来了。对，现在这个二子头是没空是吧？那当然是这边厉害了。对，当然这个厉害，但是白的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堡垒，还是很满意的。所以这个不黑的走不着，没办法，走不到了，只能走这个，搬对糊过来。白棋从棋形上也没有别的好下的，不能走这个，这被打不可能，所以他只有长单长。现在黑的依然是不能飞这个，这个被白的糊下去，他也有点吃不消。对，这个也是白棋的绝好形，所以黑棋还是再继续挺头。顶头的话，白的也没办法了。白棋现在白的，因为这个断点是没法补的，不好补啊。不，再补的话，这个白棋就扛不住。对啊，这个白棋自身有点重。对，所以他现在是拐过来，拐头，把上面那颗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转换，看清，对，形成转换，断掉。
白的算算转身了吗？这些配件的控也是很实在，很实惠啊。嗯。但是哎，打吃了。打吃了。这个子就弃掉。再压一个。嗯。嗯。压了两。然后他退在这里。哎，这样子呢，确实是形成了转换，嗯、黑取地，白取士。但是这个对转换的结果怎么样？曹老，您第一感觉的谁更满意一些？嗯，我喜欢下黑棋，黑棋实惠一些吧，更好掌握一些、嗯、是吧？因为白棋来说，现在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这里它要成控。嗯。因为这里的后势对这一代来说，它的意义已经不太大了。对，这个头是吧？黑棋这个头在这里。嗯。而且现在是轮到黑棋下是吧？对，那当然了。白棋下那个白棋优势太大。嗯。他先分头了，应该是。但是分头这个点，这个就是现在有，就因为有现在。局面上留下了那么好的一个点，绝好点啊！所以我觉得黑的应该没什么不满意。难怪您是比较这个更喜欢黑棋一些。这块空，这块空看看有多大？这个压它退，这个是五目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五目准有了，对。25目那也还好啊，对，比想象中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哎，二十五目不止，冲退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三十啊，三十目强，三十目，您是到点到这儿是吧？对，这边没有算，没点，三十目，三十目总有了，三十目是有的。嗯，如果将来黑棋这边尖一尖，还是要增加的。这个是暂时大概也都不能算，因为白的飞下去也有空，双方都不点目，双方都不点目。黑白棋的确定地还是多。好，我们看啊，接下来，嗯，然后他是拆二，拆二，嗯嗯，上面压一手，嗯，这像是打将啊，这个压一下，对，也算是打将，但是就是压也可以先压一下，是吧？对。他没挡，他是退的。对，因为这个地方他是有可能挡的。啊、哦，他有点是应手，问一下。对，挡的话，局部这代应该没问题。你断，我可以先打一下。嗯，长的话，我把这个子吃掉。对，这个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对，那如果能够挡住的话，不是目数稍微好一点吗？但是这个味道确实也不是太好，可能跟是不是跟脚上有点关系。然后劫财是多的不得了。哎、嗯，那说明小米现在先压一手是好时机啊。对，问一下，实际上挺不错的。对，应该小米应该还没有多秒，所以这个不像是打将的棋。嗯，他退。小米这个下棋，我觉得好像速度也不慢，对，快，还是属于平均的速度，应该是快，要稍快一些，在棋手中的话，对，嗯，他在哪里交换了一手？哦，这里先拖了，拖这个是吧？嗯嗯。先手交换之后，下面点。对这两个子稍微盖住了，盖住，对、嗯、点过之后就是要盖住，嘿嘿，粘上，这其实粘上的啊。那您觉得正常是他不是退一个是比较多也可以常见，嗯，他是选择粘对这个的话，他打字这个应该这个子应该也是不能跑的，他也是打这个。但是粘这个
打这个难道能跑吗？也不能跑，也不能跑。对，那他粘这个就是想在对上面好一点，对，对中间厚一点。就是这样。对，这个只不过在这儿呢。现在黑棋藏这个应该是先手，有先手。他我就算拐一个打了，打了一长你也受不了。就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有一个断点。对，就是一打吃再一断打。嗯，这是很显然的一个断点。不过就算是先手，我可以接在这儿。在这儿的话，如果这样，黑的就不理了。嗯。看看啊，实战他是先顶。这个接我，这个接还是有点想法的。后来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变化。对，他断打的时候打吃。现在黑棋交换了之后没长，先刺。这个为什么？这个刺有什么？啊？必然性吗？他如果粘呢？如果粘，他这个主要长吧？长。他在压住。那这个点对呀、啊，这个点，这个点是为什么要点一下？嗯。为什么要点一下？他是觉得不会压了，是不是？嗯，是觉得不会压了吗？他怕对手点吗？怕白棋点一下？那肯定是有点怕的。你点的话，他提掉就亏了，是吧？他就不理了。这一带你再拐，再拐他也挺难受。对呀、啊，再拐。哦，他会不会怕你补在这个角上呀？自己再拐的话，他就现在就可以补在这儿。我补在这里是不是？补在这儿，那你点掉以后，我不也可以补在这儿？补在这儿，我也不是太怕。他不想再花一手棋单关点到，假如点着的话，到反过来再说。点着以后，如果再藏着，黑的倒是不亏，比让白棋点一下要好。他可能就是怕对手点，点一下对。嗯，所以先点，先下手为强。这个也蛮有道理的。不过这棋就形成一个很意外的一个棋，突然好像形成一个转换。现在先搬在二，考验一下。如果你打吃这里是吧，曹老？如果他能不能打这儿？嗯，把这个子吃掉。这样的话，他就是不是就不粘了？他对，他就单提了。这时候你再冲，我是可以断打。对，然后这里然后尖顶下来，这个黑的是不行了，这不行。嗯，这一尖顶下来太严厉了。对，主要是白棋这个要是冲下来的话，这一串黑棋就被吃掉了。嗯，所以这个不能说是转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棋。连扳的时候，黑的就吃在这儿了。嗯，他吃在这里，就会形成一个转换。吃到这儿，他接应该是不大会了，是吧？他可以冲过来。冲过来，他是不是还可以打一下？打吃就打吃，我就接上。我在看这里，他能先手吗？先手活吗？先手活不了。先手活不了，好像爬这个是活了。他已经顶住啊，顶住你能杀我？哎，不是，你在下面怎么杀我？杀不掉，对，粘的话这个一猴是吧？已经活了。哎，他还是长可能。嗯，这样子白棋是不是黑棋觉得白棋活得有点大呀？目数。外围有点薄。嗯，这盘棋看起来从格局上来看好像就要进入关子了，是一盘细棋。双方是要比拼这个关子的功力。嗯，实战白棋是接着这，没有让黑的下那么厚。对，他没粘，接着这。嗯，其实刚才看起来粘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对，是，但是刚才我们把那个变化图全局会薄一些。
那现在踢掉。小米还是希望把棋下后，然后提。冲。先冲。这个先冲它是没有，它没有挡，退的。做黑棋来说，它也是试一下硬手是吧？看你是挡还是退。如果挡，挡当然也能挡了，对，也没什么。挡应该也正常。对，挡也是正常的。挡在官子上，不过你也不一定便宜。他是觉得不过以后对，是靠搬砧吗？这个角还这么空。所以我不，那官子是我可以搬对。砖了。那我说我退一个，外边现在这也不是我的空，我这个地方。如果全是我的空，我退一个，我就白的就亏两目。他觉得这个退现在不亏。对，作为黑棋来说呢，他这个是试对手的一个硬手，完全现在判断不出他是便宜还是亏了。不好说。对，他退，啊，这个结果好，我的感觉是白的便宜了。这样子形成一个转换，黑棋呢实际上是有所收获，但是白棋中间变得非常厚。对，太厚了。就有的时候快棋啊，曹老，我觉得快棋就是后势的一方啊，在后面会有利一些。那是，因为它一后啊，这个。比较比较容易好下，掌握，对。对，比较好下。现在压，这个棋现还在是要形势怎么样啊？觉得是一盘细棋的感觉。细棋吗？对，他这个拐的话，以后官子是怎么收的？拐，爬过还是尖过？尖过都有可能是尖过可能是坚果吧。的，啊，是吧？就多少目是这里是8、90，1、2、3、4、5、6、7、8、90，22、123、124、125，35、40、41、42、43、44、45、47、48、49、50、51、52、53、54、55。可以照外控，现在有五十检三查53目，啊，一二三下四五面六，这7目差不多吧？那就60。对，60，这边，10目总强了，这边对，一十二五三目，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对，10目肯定不止了，差不多75目，七十对这个七十空五也目，是很可都也确不实很少可观，啊，对，对，那白因为棋。白的话，这边为空，这边就会少。白棋更多是潜力，是吧？你就现在这个可以点的目并不多，上面那个角八八目，目，这个角中间十多目，主要还是看这个潜力，看中间最后是怎么定型的。这个实控上还是黑棋多一点，但是对。白的当中存空有点难度。他现在是压了一个黑棋，一搬，白棋这个搬下去像是一步好棋哎，现在白棋马上搬，像是一步好棋啊。看看啊，它是粘上。对，因为这地方他现在就要。就相当于现在白棋断一下，论对，硬手，也可以这硬么是来说，试硬手。不是断线，你这个不打，主要是做黑棋来说他不肯打，啊，就你打了我就不要这断个了，叮嘱你赶快让你把这个打对，掉。我要往这里打，你这外边就薄了，所以他搬下来以后，他当然期待的黑的就在这里叫吃，如那么果白就棋叫外围就硬吃，但曹老这两个交换，了，白棋亏不亏？官子上亏一点亏一点，点点，亏一点点，对，亏一点基点，本不亏吧，亏一点点，但是它的外边变但是厚你这了，两手交换，白棋得利了对，因为这一啊。带如果说黑的有子的话，黑棋这个局部是在这里打吃的，你这个等于我扳着你的二字头二软指头，头，对，哦，那哎，这个搬下来是好时机，对。它是好时机啊！现在先搬，我们看看啊，那它现在打吃是必然的，交换之后看黑棋怎么补，这一带你不补不行啊，
不补我一打吃，你沾我一般，对，是吧？这里面成打劫了。他如果就这么吃的话，他是不是有点心有不甘啊？心有不甘，对，那他能立吗？立他这里要被断掉，这样，只要这个被断，他也吃不消，吃不消。对。这个气太紧了。啊，这个子如果被割下来的话，中间白起一下子就成了长了很多目。所以现在是，黑棋是选择的补这里，把这边在这个地边上把方，它彻底补好。但是那角上不是明显有一个打对，劫吗？有一个，不，这个是特别大了，哎，这个劫黑棋就忍心这么？这个目数好像也损失不小呀，黑棋。对。这个得失就不知道怎么判断对，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就算了？虽然心有不甘，心也不甘，心也不甘。还是当我初还是想试下一来这，下，因为下来这的话，还是想吃他外边线大的棋太多了。比如说他后来下的，我看见他下的这地方，啊，对，这手棋挂特角，别大。它是挂了一手。但是这个地方，这个之前黑棋。是不是？这样子，脚上留下一个结。这地方要不要先走掉？我也有点担心。哪里啊？你看，我们这里看到哈，是这样，对，这对。后来白的下来这，我总觉得这块棋有点，您说走掉，黑棋他先走掉是黑的打的先搬掉。就是这，我说的是这个地方，打吃，吧？那只能粘，接上，这个必须，这命令型的。搬一搬，下，这都是命令。你管还是吃？吃不行，吃我还能吃下去，就管。对，我只能对，管。现在我就不理了。先交换之后就不理了。对，因为这地方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后面我们就能够看见了。他是尖顶，他立，他搬。这棋我总觉得白的好像找到了一点头绪了，长，然后哎，现在白棋马上立，立，这立一个，另一个黑的有点那个，首先你不能被他这么便宜呀、是吧？不啊？能来补，不补的话里边哦，可不是，不能补的，不能补。补的话你这里没棋了，现在。对，你现在打了半，他可以先打你一下，对对对，这个就没棋了。这样，在上面就没棋了。你现在，所以我刚才强调的是，黑棋要先打一个，这个时候搬一下。你假如走掉了之后，这再搬，白的就打在这里，对，你这个局部就没棋了。刚才没有交换的时候，直接打是不行的。他可以这么打，对。你立不下去，立我可以尝出来。是，所以，他那应白该，棋很机敏啊，这一立，一是粒吧？对呀，对呀，很机敏，等于是，一立已经把这个空补上了。本来是留着一个白黑棋，留着一个滚包，对，他官这子地的方，手段，官我子觉得便宜。做黑棋方来说，他应大概应该应交该换先掉，走，应该先走。对，他是不舍得这个劫财吧？这边有不劫舍财，得这个，不舍得。没舍得这这里个有浪费打劫吃的财。可能性，但是这个一保留，有的时候一保留啊，就这个过期了，是吧？对，现在，哎，曹老这一立里边黑棋是什么情况？活是能活，里是吧？边不也稍微小心一点了。因为我将来把这个切打掉之后，我一打黑棋不能粘了这两个字。就是说，不是，问题是这样，你现在假如你先打，我大概是要粘，还要粘啊？先打我好像可以粘的吧？我再打这个不要了吗？哦，打这已经是打劫了，不能粘。这样，我既然打着，你还有个点，就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死活的，我这个必须要接吧？这个做活可不像话，肯定输了。这个这太个谁惨打了，掉？
所以这个上面这个应该双方正解定型应该怎么样的，我们还得再看一下。这个现在黑的是要接接的话，我这地方有个点啊，点这个，如果挡的话，一尖一扑，尖对，打尖，是，它能粘吗？哎，我能粘这个是吧？活的，粘这个是活的，粘我双走这个，您我走活了，您走这个，啊，这个是活棋，活形是吧？这样是活棋，对，点这个黑的可以粘到这里。但是后手双活，黑棋后是手后手对，双黑活，棋后上窝那也是活的。对。那然另一个后，还是很大，我觉得，就是从官子的角度来对说对也不对小。对对对，不过作为白棋来说，假如这口气顶的话呢，黑棋这里有个点，就这一带会有点官子便宜。我如果把这个吃掉的话，就有断点了。这边还是牵扯的，就是这个地牵扯方，的各种手段挺多的。但是我如果先打吃，那白棋就有点不肯不先是打了。这个没打的话，我说这个有便宜吗？我打上来是，您是粘上吗？站上，站上，是不是可能先走掉好一点？现在我肯定肯把你提了。对，我现在先提了，太大了。那我现在不是，我走这个我来不及啊！我现在打吃，我现在不能马上接啊！马上接你打吃，我怎么办？只能活了，只能退一个做活。哇，这个退一个做活是这样吗？对。哦，这个白的还是便宜挺多对。的。那小米这一带下的很机敏，这个立下去，上边有劫财，还对，有官子便宜。产生了很多劫财。是，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实战。他在这里叫吃了一下。对，好，开劫。开劫，好，马上就开劫，就是他觉得这个劫大，现在。而且白棋说自己这边确实是有些劫财。不是，这个小米找这个哎，劫，这一这个拐，狼。哎，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完全跟上了这个比赛的进程了啊！啊，现实在战和就是，就是同，现在已同经步实了，时，同步对，了，同步，一拐也是适应手。刚才曹老师说，这拐爬过还是尖过啊？有一点麻。对，对。如果爬的话，白棋一顶先手，这个子就但是已经现是在被就吃掉更了。麻了，不是？啊，这尖你现在冲到是后手，我都不理你。有劫财是但吧？他还是尖吧，如果还是要尖？走的从话。官子来说还是尖哈？哎，不，哎，他能现在能他想脱脱先先吗？吗？对，如果你要尖，我一挡着先手，我也立，不有没有活，活？还是不不活是活，吧？还是不活？不活，翻了立呢？肯定没有进活。肯定没进活，至少是截活。先点，点完之后再连是吗？特别奇特的一步棋，这一点。不是他是这样，他确保这个可以把你争掉，这样一打车有了这个就把争掉了，对，没有这个我就跑出来了，将来再点可能所以捡这不个到。点一般的时候不容易想到，我想这个点，比如说要让日本的老一辈棋手大竹英雄来下的话，绝对想不出手。这个点，把对方这个全连后了，是吧？是，不过这盘棋从你看从这些手法来看，朴廷桓还是比较务实的。那小米也在长靠，也莫在非长想考。不理吗？这个地方现不在理，的时间，马上3点钟是吧？1点钟比赛，1点钟比赛，如果时间双方用的特别均衡的话说明还有各有1分钟。对，没有读秒，但但一是般我来想说，不应太该是像，有应一该方某一方是读有秒一方了。已经进入读秒了。用时不会那么均衡对，的，哎，接但是下小来米还有时间再考虑的话，说明小米还有还有点保留时时间。间，这个不接，不接的话，他想提先劫，找劫，提劫就是先提先劫，提劫，对吧？对，把这个当做劫财，将来这一粘还是不，劫财。他就在想着你提劫的话，会不会
你的对手将来接在这里，不是将来，就是接在这里。马上接也非常大。哦，这一接和对脚上这个影响太大了。对，这地方他也点进去了。对。好，那现在小米呢，看起来还是在考虑当中。这个、要不要接我们呢是吧也对，就这个机会，我们也稍作休息，曹老。好的，我们一会儿回来。好，一会儿见。微信号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棋局是进行到了黑棋点是吧？找劫的时候，现在先刺一手，考验一下白棋。你如果粘的话。那将来这里有一个争子是很有利了啊。对，那么刚才小米呢也是考虑了，感觉这个超过了一分钟啊。对，实战还是选择了粘，这个粘究竟好不好？不粘是提劫吗？这个粘直接提劫是吧？也可以考虑啊。其实也总是可以。嗯，还有上边这个。一直这个搜刮，对，搜刮也还没搞清楚应该对怎么回事。因为提劫是这样，提劫黑棋，假如接上，白的接上在脚里印一个。对，就单看这两手交换，白棋可能从目上来说就已经亏了不亏，对吧？对白棋不亏，黑的亏白棋不亏，对。这样的白棋黑棋是走两个单关，对，嗯，好像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么考虑啊。嗯，就是为了占着一个劫财的便宜，对，这个时候白棋先提这个劫，现在确实是有点麻。嗯，所以米玉婷九段考虑之后还是选择了粘。粘的话黑棋比较厚实。嗯，度过。嗯，然后现在是他没有提劫了，现在是压过来来防这个争子。他觉得争子大了是吧？哦，那如果他现在只能来防争子的话，这一手点是不是便宜了黑棋？嗯，啊，现在黑棋回过手把这里团掉了，这个非常大。这期我一直是没有搞明白的是，就当这个局部现在黑的白的叫进去的时候，黑的下什么？现在马上打。对，就是不是这个没有的时候。嗯，敢不敢粘是吧？不是，你粘的话，我马上就给你一下。那我打的时候我不能粘了呀，我只能退。对，那是那我肯定便宜啊！你现在走别的，我就把你提了。那我觉得我只能粘，只能粘。这四个子被提了，真的吗？不能。那不是，那我。白棋不是应该先把这里交换掉是吧？交换掉不劫是打不赢了，这个劫是打不赢了。不过我这个也是便宜的了不得，这个打是跟这个很舒服啊，很舒服。他们实战又出现新的变化了。黑棋是团啊。白的压的时候黑棋团这个，对，这个脚上是什么情况？白棋是能活是吧？白棋是可以活，可以活吗？嗯，确定？我拖、打劫拖进去是活的吗？打劫活是吧？拖进去劫活，劫活走这个，我在一般一般也没活，劫活呀，我把你吃掉啊，活了，劫活活了。我搬，他说这一个靠，哦，这有一个靠，对对对，他这个靠过之后打不过了，打不进来了。活的话，不活这个子是不是价值是也蛮大的？一个你收过来，嗯，他白的是提劫，继续靠，对，白棋小尖。黑棋提劫，白的就收兵了，就挡住了，挡住了，对，收兵了，嗯，这样收兵棋局好像真的是一盘细棋啊。这个地方以后
啊，黑棋补劫是可以搬在这里补的。对，那是肯定可以。哎，如果这样交换的话，这么算下来，怎么觉得白棋好像没有便宜到呢？这里，就从打劫开始啊。嗯。这一串的进行，好像又要开始点目。对，哎，有一度就是立下来，黑白棋立下来的时候，对，觉得白棋觉得对，进入白棋的步调了。是。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劫转换，是不是现在又回到了重新回到了这个起跑线上啊？嗯，这一带他搬不进来，没什么东西。搬的话打搬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是连环劫，不是这边劫这边有一个劫啊、对，然后问你劫也一样，劫我来立你一个搬。搬没有意义，还是自己接，还只能接，那只能自己接。接是接，基本上是先手。对，他现在这里搬了一个。现在我们完全和对完全同步同步的。我们现在看到米玉婷，看这个表情，觉得有点严峻啊，神情比较严峻。嗯，那你希望看到他的什么表情呢？你看这个朴廷桓的表情，我怎么觉得看起来相对要放松一些？哎，不过我记得曹老，您记得就是央视办这个贺岁杯的时候，今年，然后就是很创新的搞了一个这个可以测心率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花絮哈。但是我看朴廷桓的表情一直都特别的冷静，但他心率很高，最高的时候，你想下棋的时候都能达到140以上。啊，对，就是你，但你从他的面部表情看起来一直是很平静的，就说明其实你不能完全从这个表情来判断棋手的心理状态，表象所迷惑。对，嗯、但是我记得柯洁虽然看起来比较这个动作比较多哈，对，但是他那个心率一直都是比较平稳的。嗯，这个也都被发现了，对，很有意思。搬这个黑的也是，对，不硬，搬在上面，黑的就没理他，搬在这里。嗯，这一般还是要有一个有争子，白棋要补一手，白棋怎么补呢？正常是不是得跳？跳还是首先补回去？不知道，一手不干净是吗？对，跳有点麻。跳的话。对，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这个点啊，真是还是有用啊。这一点，对，点到之后好像是便宜了。黑的本来看着好像这个局面很危机的。是是是，就尤其是被白棋这个一路立下之后。这个是吧？对对 对, 对, 对，这个地方官子差好多的。是，立下去就只要。最主要的是黑的不能在这里做眼，这个是后手。这里如果让白棋先动手，这一带黑棋要被搜刮的比较惨。不过白棋啊，曹老可能像您说，他可能是不是有点不舍得先打一手，因为有一点，他也有他的顾虑。打次的话，这里当然气氛是很不好。对，他也有他的顾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棋局的时候，总觉得这明显的先手便宜怎么不走啊，是吧？大家都棋迷看着都心里都替他着急。实际上呢，他是有他的对，有他的道理的。现在小米他考虑的更多，可以说算是在长考嘛。这说明小米没读秒，没读秒。对，看起来他还有时间，这是一个对他有利的条件。是。他这个班。这个搬之后就不知道这个地方他应该怎么补了。他补过之后黑棋也需要补回去是吧？这一带也需要补回去。也不见得一定是补的，也可能搬这个吧。啊，这么搬着补。对。嗯。搬着补，这就是说。搬着补我断一下呢。断他就打吃一下再吃回去。能不能打到？还是能打到的。能打。能打到，对。他还是接回去了啊、哦！还是考虑再三，还是一手棋补干净。嗯、这个后对，
白棋现在，其实刚才确实是很有机会扩大优势的。白棋是吧？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接，对这个。总觉得这一代应该白棋是有什么机会，这个怎么组合一下啊？有一个比较好的组合，能够形势要比现在会更有利一些。嗯，现在。不过现在形势小米觉得现在这样更稳健，更稳健一点是吧？看看我们一会儿有没有机会来问一下小米啊，就是当对手点的时候，他是怎么考虑的？我感觉这个时候是一个关键点啊。啊，接下来那如果说小米没有读秒，那么朴廷桓一定是进入读秒了，他就需要在一分钟之内落子翻。搬了，这还是搬、对，还是要搬着补。哎呦，朴廷桓喝上一口水，看起来还是比较悠闲的样子啊，神情比较放松。但是我们也说了，刚才不能用表情，不能用这个简单的表情来判断他们的心理状态。现在白棋黑棋搬，白棋这一带要定型的话。黑棋这个单长还是时机也挺好的，我单扳这个被他连扳，很可能被他全部一手就封住了。哦，是，可能这个将来再扳扳不到，是吧？对，扳下一下就吃你了。他先扳一下，这个就扳住了。小米真的还有时间呢。对。不过曹老，如果说现在开始考虑的话，怎么就有一种，是吧？如果说形势是他按照他的预想来进行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不用考虑特别长的时间。是。从节奏上来看，白棋有些为难的样子。现在白棋在考虑什么呢？是在想这一带的定型吗？单长还是扳？曹老师在点目是吧？黑的空还是很多，现在点出来的是吗？都很不是都黑的空，我点的有其实好几目。白的不过65目也肯定是有。对。小米时间真多。是啊。芈玉婷跟这个农心杯，其实按说芈玉婷她排名很高是吧？对。最新的等级分排名她是在我们中国等级分第三。第三挺高，但是好像和农心杯的缘分并不是很深。在这届之前只参加过一次，只参加过一届，还是五年前了。结果当时上场是，输给了日本队主将景山裕太，就那么一次经历。之后就是本局，对，稍微有点意外。小米的话，他快棋应该挺好的。对，而且以他的这个排名和成绩，我觉得这个。感觉上他应该是参加过不止这一两届啊。对，其实对小米的话，我还有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疑惑，就是他只拿过一个世界冠军。大家认为小米是实力是远远不止一个世界冠军的，并且我觉得他状态一直保持的比较好呢。是。他现在长之前先刺了一手。先刺的话，他接他会有这个断点是吧？如果接马上断，是吧？接他总便宜的，总是便宜。对他也不见断，是不是也是长？以后还有断，先交换一下再长。
黑棋粘，黑棋粘，嗯，这棋是粘是吧？不是，不是这个的是吧？对，我也不是，不，难道不是挡吗？难道是挡吗？挡的话，黑棋再白棋再长一先手，这边多一目。但是这样的话，这一头是软的，这明显可以，这个子是要被打拔掉的。嗯，但是这个气比较紧，因为以后啊，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有点的下法，你这里就全紧上了气。哦，如果全紧上，举个例子说，嗯，这样这样，嗯，这个棋大概白的就是先手。哦，这个点你好像只有挡下去了，你走这个它打了一粒一接，是。跟这边这个结还有点关系，不，这个一打一立嘛，我这有对他这个立，他对，因为有结不能冲，对对对 对, 对、嗯、是，他现在接在这里，他还是搬在这儿，搬在这儿，我们看一下，应该还是不行，挡不敢挡吧，肯定不能挡，手正常是小尖，嗯。不会不理，这个地方要硬的，黑棋是要硬的。因为裴林华英我想是读秒了，所以他利用了宝贵的三五十秒的思考时间在那想。这盘棋哎很意外啊，这个今天这盘棋没有什么明显的战斗是吧，嗯，不算太复杂，对，没有很明显的战斗，然后进入了这个功夫棋，是一盘功夫棋。嗯，而且现在的官子好像也不多，剩下的官子也不是很多。那现在黑棋还在考虑是怎么来补这个右左边。白的木也很多的，也很多是吧？啊，对，就还是很细是吗？嗯，还白的也不错。今天我们刚才说，今天是第一个赛点，嗯，是吧？第一个赛点，我们后面对米玉婷之后还有三员大将。是，当然这个本届农心杯的比赛对中国队来说是很乐观，非常乐观。嗯，就我们这几届都有一个特别，对，七连胜太可怕了，都有神奇的先锋。嗯，我不知道中国棋手对这个谁出场当先锋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争夺，都想当先锋。听说还是有的，一定程度上是有的。对，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比较想要当先锋是吧，嗯，当主将还是会压力会大一些，但如果先锋特别优秀的话，主将也好啊，最后这个后面几位棋手就可以躺赢啊。啊，嗯，还在考虑吗？那个，不是，难道黑棋怎么还有时间？对，这个应该已经超过一分钟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简直怀疑他掉线，因为这个网络比赛，他在不同的网站对于网站下，然后别的网站可能在转播，会不会这个中间会有一些时间差？嗯，正常来说应该是要落子了啊。嗯嗯。啊，朴廷桓最近好像在韩国国内这个决赛当中不是很得意。很多比赛都是拿到了亚军，他是打吃了，对，主要是受到了孙正旭的压制，对，这个是可以打的是吧？啊，是可以打啊，打的话你打他就提，啊，提呀，啊，嗯，对，哦，不是啊，提这个，是这样吧？他抢先手，你打吧，打，他打这个，哦，这样子。哎，我可以吃在这儿草了，行不行？那这不会，这个结不会，这没有什么结了。这个没，我吃你就啊，这后面金龟，这个不会。
啊，它可以提在这儿。它是打住了。粘，还糊。那比单肩要稍微便宜一点，便宜一点点啊，对，是吧？对，对能把这个肯定好的，打掉，打掉肯定。嗯，现在这个接打最大的是这个接，这个接有鲜水的味道，还有这个急也不小。这个接白棋会黑棋会理吗？因为一般就是又成打劫，这个大了吧？你接我理，被你这个再挤住，这一人一个有可能，这一人一个大的地方。白棋还是想接上边啊，接了。白棋接对，对，还是接，因为这个上面对上面这个一路一般也是很大。是，这一带黑棋也是有不少劫材啊，这一打这一带。对，白棋的劫材，这边看看黑棋怎么选啊？黑棋是补角还是中间把这个搬出来？这个木也不小，因为不走的话，黑棋一挤，白棋一挤，这个中间全部收紧了。哼，这个也是，也不小是吧？十五木一样子，也很大。啊，果然搬进来。那这个就被、哎、最后还是有一个白棋搬掉。嗯。这边的这总是要搬吧？对，这边也要搬。还没这边的棋我们估计是要搬。这边的棋应该这样。嗯，他这样。断，断的时候先靠是吗？对。用先靠一下吗？靠。靠一下哦，嗨！你要走这个是打劫，这个我还真是我还是打劫呢，人家从后面一吃就是啊，接不归，啊、不对对 对, 对，哎呀，这个看错了，要打劫还得了啊？对对对对对，那就没有劫。对，这个一个靠，这白的一断，嗯、然后再吃回来，白的是活的，大概局部正常就这样定型。嗯，一二三四。白的这算四目，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目，黑的还是七目。现在官子也是所剩无几了。嗯。半接打了，嗯，白棋在考虑中间围一手大吗？围不如下面大，半接大、嗯，果然还是搬粘，嗯，搬了，嗯，半接因为还牵指到还有这个呢，冲了几的，对，官子便宜。朴廷桓九段好像最近几次都是以主将身份，韩国主将身份出战的。虽然最后几届好像没有说每一次都能够这个力挽狂澜、嗯，但是一般还是能够赢上两盘棋左右。啊。这回很可能赢不到两盘了吧？是吗？你觉得这盘棋白棋会好一些？对，点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收速啊？这个这地方黑棋，反正不能进太远，也只能进在这里。嗯，小尖飞的话被就被随便冲啊，或者跨呀、啊嗯，都被冲断了。
中间黑棋要收也是小尖是吧？正常小尖一手。嗯，这个还是特别细的棋。哟，打将。打是将。有损劫财啊。还辣吗？不是，那想干什么？啊，果然是要挖呀！啊，哦，这个官司收的好哎，挖一手。他走这个的话，如果打要接，就直接接上、嗯。如果要这么吃的话，那这个就他全收完了，收完了就完了，这个不能给他先手。哦，这个收很多呢。小米真打外边了。哦，这里还有个这个，这黑的这个这个、突然有一些小变化是吧？对，这样的话，这个黑目数还是差挺多的。刚才您点的是顶粘上这么算的是吧？1, 2, 3, 4, 当然没算顶了，就但是没有算这三目棋没有算。对，这要差很多。这个打吃，他接上，这气好像还顶不上。嗯，实际上他有，就是他就是有四口气，就没法紧这个气，是不是是紧不上吗？你如果这种紧，他就长出来，对吧？对，这个可能要不是紧不住的问题了，这个对杀的要出现问题了，紧不上这不行。如果正常是跳，那不行啊，那这个有这个气吗？好，再管。再搬，紧住了吗？这个是紧住了是吧？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好像紧住了？再搬住。紧住了吗？紧住了。紧住了。如果拐，我就粘上。嗯。那这个紧一气，哎，果然它就是靠在这儿的。但是他也厉害，他的扳住也厉害，他也对，也厉害。哦，哎，曹老，关键是这刚才我们说打劫的前提是这里可以先跨一下，他可以先走这个。如果这个是先手，白棋不能跨断的话，他脚上成打劫活了，对不对？这个是先手，脚上打劫活，对呀、啊。啊，不是白，刚才白棋进活的前提是白棋可以先靠了，让白黑棋。不入气。这白的好像我觉得可能还是只能吃在这里。但是这样的话差三目。不是这个我觉得说不定更亏。对。哎，冲一个。冲呢挡住啊。挡住对。这必须得挡。他这边想搬一个。不是，他现在这个现在是不是直接就给你搬了？一搬，对呀、啊，怎么办？你不能，只能这边只能被他紧一手。紧一手，我就不走别的了吧？就是，嗯，就这样。对，我提掉，我你走我就吃。啊，就你敢打上来，我就跟你打这个天下劫。好像这天下劫真天下劫了，你当中也不对了。对啊，就不是不管那么多了，当中也不对了。这样子黑棋先手劫，先提。黑棋先提，白棋没有那么大的劫财了。没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劫财。好，现在黑棋呢也没有像那么复杂，他就花了一手棋扳住了，就把这里扳住。一般白棋得补，这现在只能补了。就这样。是。黑棋这个也已经便宜了。对，一般这个已经，这两个先手已经很脚上必须得补气了。就这个成了目。对，虽然谜题已经是下的是最紧凑的下法。不，白棋只有力吧。只能对，只能来做活。
历代一路，或者把脚上那个字报吃掉。报吃掉。报吃便宜吗？没什么特别意义，好像。对。报吃的话，黑棋一路班还是先手。报吃掉。啊，报吃不行，报吃别人家断你，是吧？报吃要出问题。要出问题了。不能报吃，只能历代一路。哎，他吃掉。哎，那他一般呢？对呀、啊，现在一般呢。这是什么情况？对、啊、这脚底是打激活了。嗯。现在他吃在这，按理说的话，白的只能下在这。哦，下在这。在这可以。他在这一个搬啊，就是便宜。对，这个他搬，你肯定不能搬，搬完也点难受。但是吃这个明显的白的是不行啊，这个地方不是打结活吗？嗯，并且是无忧解黑棋。是，刚才说的这个天下解都不存在啊。没有无忧解，就是说你只有吃。嗯。这提掉，我这一断。一转怎么办？只能打劫了。无忧解这个，不过好像他是黑子，好像是不是找白棋找不到劫、啊？会不会？哎，这个说不定对小米来说这也是个胜手。啊、哦，虽然是个，虽然你无忧解，但是没有劫财是吧？因为我这个都是这现在这都是先手，那都是劫财，还是小米还是这还是下的坠的？啊。小米是正确的想法，对，啊，对，他不提提不提，对，不提可能好一点，不提他走这个，嗯，这个小米还是下的好的，嗯，为什么不提啊？你如果来这个官子便宜，你如果搬的话，我将来提了沾官子更便宜，那就太厉害了。你如果直接提掉，对，你就看考验一下你是打不打劫，啊。大概不能打现在，啊，现在是考验这个黑棋啊，敢不敢打劫？黑棋肯定不能打劫，还是冷静一点是吧？对呀，单提，肯定不能打劫，提或者保留吧。嗯，保留关系不大，保留。这个是黑的，是这么守关的吗？嗯嗯，都没有走是吧？他也先搁置一下。是先打吃。这是什么？什么意思？收关？这样子和这个交换关子便宜吗？不过曹老他上面始终还是留着一个劫财，还留一个劫。对，虽然白棋不去，黑棋不去消，你白棋将来还是要花一手棋去补活。这个劫，不过黑的真来打的话，他也有点重、嗯、是吧？接上被他接上以后，他活的打吃接上。嗯啊，这个也是，还是有个解，就是没关系，打算他接上。这有什么？他这都是什么也没有是吧？好像没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有。好，官子便宜点，拖一下。啊，拖一下就没关系了，小意思。小意思，嗯。那他走这个的话，是不是还是瞄着这个打劫呢？他让你走这个。我就有劫财了，还是什么意思？这个还只有吃啊。嗯，上面这个劫一直搁置的话，白棋单提和黑棋提可能差，一目、两目、三目，就白棋提一个，有个还有逆收三目的价值。
这两个交换局部来说，官子是亏的，对，是吧？他要下的话，本来他可以直接退回来。他直接退，他是考虑到这个几万打吃，长了，长了我就冲了提劫。对，好，小米先笑纳是吧？这个子先吃掉。笑纳是他怎么办呢？这个两个，他有什么后续手段？这个劫，双方都不走，上面这个劫到底开不开？是啊，我可能是本局最后一个悬念。对小米来说，我觉得肯定还是希望黑棋来开劫的，因为他劫才多。不是他，你看，白天话也蛮厉害的，他是很稳啊。他这是亏了，他想这里占到点便宜。这是便宜？不，劫财啊。哦。对，知道劫财是吧？本来正常是可以断进去。对，本来正常肯定断。对，现在肯定不行啊，不能断这个、这个劫，这个一断，现在不是，现在你连这个都不能走。哪个？这个。哦，也有断。还有他这个劫财，这个也计算一下劫财了。劫财太多，不，你现在这个都没走到啊。这个啊，这个就不是劫财哦。哦，他。还到这里以后，这个冲不是劫了。对，这个也不是劫。这个，白天还这个最后胜负手还是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哦，原来隐藏了这么多的门道在里边。这个一切铺垫还是为了上面这个劫，那他还是做好了打劫的准备。不，他现在让白的不是很难硬吗？白的怎么办？怎么硬？那白棋可以脱先。脱先，他藏进去了。哦，藏有一段是吧？对，他藏进去，这个吃不消的。吃不消，吃不消，不行。啊，有点麻，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上面打吃一下，应该小米也读秒了。读秒了，像是打将啊。嗯。像是打将。哼，怎么办？这可有点左右为难。嗯，是粘呢？是扳住还是断呢？扳住断都有很大的问题。都有劫财，劫财都不理了，只有不理，不是被藏进去很难？藏进去就是被藏进去吧，藏进去不过损失也很惨重，很惨重啊！为难，为难，现在不好办。哎，对，先冲是对，你制造劫财，我也先制造一下劫财。嗯，对，这个我就先挡吧，是吧？你是有一个劫财，是，但是关系相互制造劫财，你这个时候就怎么乱怎么来，是吧？嗯、一定要把棋局变乱才有机会。黑棋，哎，黑棋度过的话，那。这一代也没什么劫财，也没劫财。不，劫财最多就一个呗，就铺一个是劫财，别的好像都不是劫财。就一个劫财，他朴廷桓这一代走完，嗯，就是先定型亏了一点，嗯，但是他会从中央捞回便宜。现在还是面临中间怎么办呢？扳还是断呢？困难，白的也有点困难。哎呀，就断上去算了，我觉得不想那么多了。断上去你不行啊，明显不行啊。那劫打不赢啊。可是现在不断也不行，好像如果现在都每条路都很艰难的话，可能还是挑一个
对手最容易犯错的路啊。这个有点困难，这个确实摆得很困难。嗯，难办难办。右上角这个劫对黑棋来说是无忧劫。对。今天这一届杨鼎新我记得断上去了，还是断上去了。这届杨鼎新七连胜的时候，其实当时大家觉得说不定是有机会一战到底的。这农心杯历史上除去真露杯好像最高也就是七连胜。对。这个七像是一个这个门槛一样啊，已经三次了。这个黑棋扳这个是一个诱饵，目的是制造很多劫材，现在看他是不是要开劫了。黑的可以开劫，是吧？不开劫不是白亏吗？肯定得开劫。嗯，在右上角的那个一扳呢，果然扳开劫，果然应声而落。他这中间的劫材太多了，一断上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6个劫，那你怎么吃得消？这是不是都是劫材啊？这个不敢随便找，这个不行。但是这个劫我都是不是都可以理啊？这是一个劫，这边好像3个、4个劫。哇，这个小米有问题很严重，可能是这个打不赢，很难打赢是吧？劫材太多了。对，这个扳，提劫断。断，对，断，他只有跳好啊，跳一个，一个劫，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四个，少两个好多了。那你这个我就不理了，什么不理？黑棋不理是吧？对，打池子你不理，我能立下来吗？那我理你，我就理可以，你走着我就理在这里，只能理在这儿，就是我做一个局部的一个牺牲，就是。打吃就只能走这儿，他是下在这儿了，然后黑的提劫，看看下来怎么找哪个劫，打吃我就打这里，你只能吃在这儿是吧？我街上是不是气不够啊？不是那个劫材，劫材很多吧？我这是可以立呀，立，实际上我不理你也没什么，我大概黑棋，我是铺一个好还是立一个？黑棋铺是不是提了就赢了？这样是不是赢？黑的应该赢了。黑棋赢了，这样黑棋，你这个他可以不理你。这个时候破一点空，不够是吧？这个得如果能，这个小啊、除非得吃掉它、这个、一块，吃不掉，吃不掉，吃不掉不行。这个白棋不行了。哦，白棋消劫，白棋下得很快，白棋不行，提劫。对，哎呀，这个劫，那感觉有点不妙呢。对，是吧？现在不是不妙的问题了，这个就快结束了。这盘棋可惜了，前面白棋还是机会很大的。本来谜鱼亭是有机会当这个本届的终结者的。终结者是吧？上面一消劫，这个又把悬念延后了。农心杯历史上好像最快结束的就是18届和20届，一共下了11局。那今天这盘就是第11局。第11局。如果说这盘棋小米获胜的话，就是追平了记录。立铺粘上，然后就铺这个。铺这个，然后他做活吧。那就把它提了去。哦，得提一下。
确保活自己活保险一点，提吧，这个没什么变化，提了他再把这个，你提这个他做活没变。曹老还是很稳健，你不走怕他自己自沾是吗？自沾关系也不大，也问题不大，这样我提你再点，我提为了你断我饭，这个吃了就行。就接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就是应该就结束了吧，这样子。扑他提，下得很稳啊。他提掉。提掉了。他提粘上。接上。这样子通过打结形成一个转换，但这个转换。这里他得了多少目呢？这个转换我们也判断一下。才得了20来亩，上边1、2、3、4、5、6、7、8、9、10、20，那肯定是不止20了，12、13、14、15、16，将近30亩这上面，将近30亩，那这里当然他也省了一下，对，这里。刚好做活了，其实随时可以能结束。对，结束了。转换空不够。这是最后一手，黑棋现在是最后一手。很可能，遗憾啊，很可惜啊。对。其实进行到这一代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李玉婷机会非常大，是很有机会赢下来的。不过朴廷桓胜负感还是非常强的，对，这个这盘棋，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几步吧，就是胜负关键地方，他，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在这个比较紧急的时候，对，朴廷桓九段也是，我觉得是胜负感非常强，或者说急中生智这一点。一下子，把棋局呢变得非常的混乱。如果没有这个点，我想本局的胜利方应该是白棋了。对对对，太可惜了。那点的时候可能白棋如果不接，是不是一个单关，或至少是一个劫彩？这个是没必要接，主要是。对。黑棋接，黑棋不会接。轻易接跟我脚里补一个，也不见得会便宜，对吧？不见得会便宜，他可能也许就是把这个子吃掉，中间这个打拔。对，这个不接好一点。对，当中这个我总觉得，就是后来黑棋这个当中挖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步棋。对，是白的应该也真的忍耐。是。也许冷耐也稍微差一点，这就对。后面感觉朴廷桓九段确实是越战越勇啊。对，从这部点开始，包括这个袜都是非常不错的，并且最后的这里先定型之后，就是下着你只有一个劫材之后，我在这里中间一搬，这是一部胜招。对，也就是这个搬扛不住，这白的确实已经扛不住。不是棋局也是很有意思啊，从这个搬开始是吧，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搬还是不错的一个时机是吧，由此引发了一个结争，但是棋局的这个胜负的天平呢也确实从这个结争开始有一些反转啊，本来这个结争之前觉得还是白棋相当不错的，李玉婷九段相当不错的。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曹老，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好，要不然给大家，行，再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本局的胜负关键处。是，这盘棋反正上来双方在斗这个，就是朴廷桓面对米玉婷跟他斗这个米氏飞刀，对，结果的话，我觉得上来可能黑的稍微好一点点吧。这个也是我们也是今天难得一见的一个新型，是吧？很有意思。一个二的小尖是新型。对，我想，绝大部分的棋手啊，不是这棋迷朋友，应该也没见过这个。我是真的第一次，曹老您。我也是没见过，是吧？之前很少见。但是这个是 AIS 推荐的，对，推荐有这个下法，是可能就是。跟这个力相比较的话，
他可能差零点几个百分点的那个胜率，就差的极为有限。对，但是呢，就因为这个小尖就胜出了黑的有这个飞点了长射区这个想法。对，飞点长射区后来这个局部的变化，我觉得是确实是黑棋好。黑棋比较容易掌握吧。对，但是这个也是在就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变化，通过本局展现给世界棋迷，也展现给就是为数众多的职业高手，所以一定会对这个棋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的，我相信之后这个各种这个大赛中，可能这个二二的小尖可能会频繁的出现了。当然是这样，就是频繁出现的理由是要让黑棋这个点的长是不好。如果觉得黑的点的长是黑的稍好，那么可能这个二二的小尖就消失了，也未可知。有可能昙花一现哈，对，还是要有关这个之后的进行。对，然后好像然后双方其实在各个局部的争斗还是下得蛮紧凑的，对，挺精巧的。这个黑的这个点是不是略微有点弄巧成拙？他是想要能点到再长，单长呢就是被他点一下。如果这么逻辑来分析的话，是怕他对手点一下。但是后来还是被他提掉，这个还是白的非常厚。对，白的就是好像就是说全局胜负的流向啊，对，向白的方向走了。对，是是，有点遗憾的是最后这个地方胜负的关键地方，就是最后的胜负地方，就是从哇开始出来一个转机了。本来觉得白的应该是可以。对，这个哇是吧？从哇开始，黑棋利用弃子，是哈，弃子把上边的这个挡变成先手，所以脚上出现了一个打劫。其实虽然可能就是不一定是真正的胜招，但是这手棋在我眼里可能就是本局黑棋的胜招。对，或至少是胜负手。对，因为是本来不太容易，一个是本来不容易想到这一点，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一招，黑的后来的棋都有的下了。至少是打乱了白棋的一个节奏，是吧？因为没有这一招，你可能这个当时的节奏你就打不赢。是，打不赢就是那个节要被白棋打赢，白棋打赢的话，这个就是有问题了。白棋打赢，对，因为有了这一招，就这里有个争子，就这个局部的先后手反转了。是，那本局呢也非常遗憾啊。迷于亭九段在这个我们认为形势还是不错的情况下，最终呢是不敌朴廷桓九段。那么呢这个农心杯的第十一局呢是最终是由韩方获胜，那么将这个比赛的悬念也是留到了第二天，明天。接下来明天我们还有三位中国棋手。对。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一位棋手会登擂挑战，是吧？应该是范廷钰。应该是范廷钰啊。看来曹老消息比较灵通。那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范廷钰也是这个擂台英雄，是吧？之前两届七连胜。两届七连胜。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明天的会不会是最终的大结局。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曹老师做客演播室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这个精彩的棋局。各位观众，我们明天再见。再见。